昨天充了一下午，外加一晚上的电，我忘了给它拔下来了，希望不会充坏。医用透明质酸钠修复贴，适用于轻深度痤疮，促进创面愈合与皮肤修复，对痤疮愈后皮肤过敏与菊花不不不有着辅助治疗作用。啊，这个其实好，基本上好像所有的医美面膜都有这串字，这个。还有这个是一个敏感加油加痘肌嘛，痘痘前几个月通过医美搞下去很多，然后现在脸上比较多的就是痘印儿，最近就降温降得很厉害，然后我的脸它就突然开始泛红，平时也泛红，但只是特别冷或者特别热的时候，现在也不是现在，就前段时间突然开始就一直红，每次我照镜子脸都是红的。现在我脸这个情况看起来，就可能对于皮肤正常没什么问题的人看起来觉得挺厉害的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挺满意了，起码这个红消下去很多。那它这个质地，就面膜纸是比较厚的这种，等我先贴上面膜再说。面膜纸我感觉就几乎把所有精华都吸进去了，然后再从袋子里挤也挤不出多少来。哎呦，再从袋子里挤，只能挤出这么多来。然后我之前用的富尔佳，就我用的这个富尔佳，它是把面膜贴到脸上之后，袋子里还有超多精华。面膜贴到脸上之后，大概过十几分钟就要从这个袋子里挤出精华涂到脸上，不然面膜它就会干在脸上，啊。我明天富尔佳给你们看一下，它有这里面精华有多么的，就是那个啥，你懂吧？我又不是天天敷面膜，也敷不起嘛。大概就是今天用了，明天用，然后后天不用，大后天再用，就是想起来再用一下，偶尔会忘掉，或者没有时间，也过敏啊，就脸上起那种很小。小小的样的包或者说泛红啥的都可以用。喂，微信一直响，我很烦吗？手机调静音。然后你看顺丰给我发了个什么信息，我闲的时候看了一眼手机，不然又要错过了这个件儿啊，脖子疼。我脸恢复成这种正常的不是那么泛红的样子，肯定不只是这个面膜的功劳啦。以后等我啥时候想出完全护肤再跟你们说吧，我找一下刀子。膜
东西。哇哦！哦，完美日记的这个是口红吗？口红，口红，他们的新款粉底液，但也是圣诞的那个礼盒。我在动态看到别的博主发过，看一下，嘿嘿，你们没有？好闪耀！哇哦，看，这个小姐姐好好看的，哇，这个耳环，那个眼影的颜色吧。好闪耀，好漂亮，嘿嘿，蹦迪专用盘，挺好看的。我靠，哑光的，我喜欢，我超喜欢哑光的，哎，我好喜欢，真的，哦，天哪，我的懒蛋的卸妆巾，之前。忘了多久之前，反正就是好久之前，在 B 站被种草之后就没买，后来突然想买的时候，它这个懒蛋蛋已经没了，我就去闲鱼收了好几盒，擦不掉了，就这样吧。你卸吗？我感觉头发又变多了，好像最近在用的这个霸王已经用了这么多了，这个我也是想起来才用一次，它这个我刚开始就拧，哎，就怎么这样了？怎么就拧不开了？我以为是要就是按或者拔出来，然后后来上网查了一下，要用力拧。而且网上还有不少问这个问题的人，面膜感觉也差不多了。一般来讲这个时候应该洗掉的，但是我比较懒，我不想再洗一遍脸，我就用化妆水喷一喷擦掉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袄，里面套着睡衣，因为我就回去吃个饭，吃完饭然后顺便玩会手机就回来，该忙啥忙啥。今天下午好像事有点多，鞋也就这样不换了吧。回家了，看这是谁？是我呀！啊，这是我呀，我的海报，我自己打印的，自己上网上打的，好好看哦。但是只有这一张，别的都交给我当时拍片那个 CP 修了。但是他好像忘了这件事，已经一年还是两年过去了。我回来了，看这里有一只，然后这里还有一只，他特别喜欢钻人被窝，我睡觉的时候他也会钻进来，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也会钻进来。你给我出来，你，出来。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就突然好喜欢豹纹，我就买了一顶豹纹帽和一个外套，但是好像搭不起来这个窒息的搭配。这条裤子，哦，我的睡裤，我不知道下面要搭一个什么。搭裙子吗？我也没有这样子的裙子搭。我打算待会儿拍几个试色，然后发小红书的，然后就出门，改天有时间再修图。双十一买的，因为这样晚上回来的时候会冷，所以我还一坨围巾和耳罩。哎，走吧。我要去买晚饭，今天晚上少吃点东西，就买一个烤红薯就可以了。口红它真的挺厉害的，我是今天下午两点多
的时候涂上的，然后涂上之后我又吃了两个地瓜，然后还喝了一点营养快线，又喝了点水，它还在，我都没有补。实名吹爆完美日记好吗？今天我整张脸除了眼线和眉毛，其他全都是完美日记啊，太厉害了啊！我要从哪儿走啊？要绕，我不敢从这上面，它有点滑，我怕它滑，我试一下。我上来了，我下去了。在比较火火一段时间呢，前面一站就反正今天就很火了，在印度有什么房，然后我刻了一个肥猫，不行给你们近点看一下，肥猫夜要暴富，对，这是我这几年的愿望。我这个舌头从牙齿都滑的溜溜的。